OK， 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我最近自己新买的一个东西，那我觉得还不错，想跟各位分享。是什么呢？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今天我第一次拿出来外面做个拍摄的整天的一个使用哦，拿到以后第一次做一个使用，各位看，各位看，各位看，好，还蛮漂亮的。这个是什么产品呢？就是酷良金公司呢，他们所研发生产的一个袖套，两杆袖套。那就大家会看到这个花纹，火焰的花纹，算是很漂亮的哦。比起一些袖套呢，它可能比较素面，然后只有 logo 啊，比较素面的话呢，这个有花纹的呢，就可以提供一个不一样口味上的一个选择。那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哦，我自己也选。他们有两个颜色，红色火焰跟蓝色火焰，那两个颜色呢我都有。那我今天呢带的，今天钓鱼带的是这个红色的火焰的款式，然后这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mark， 那这个袖套呢，材质很重要的，大家应该蛮关心材质。那材质呢，弹性很足够，好，弹性很足够，各位看，弹性非常足够，它不会因为哦，你弯曲或者是怎么样呢，它就跑掉啊，或者是有一个不够长，或者是说造成你弯曲上面的一个动作上的限制哦，弹性非常足够，而且它因为弹性很足够呢，所以它可以蛮服帖，它不会造成说太过于紧绷，不会造成你肌肉上或是皮肤上的不舒服哦，它太过于紧绷，因为它有一个足够的延展性，可以服帖的贴在你的皮肤上，这样非常棒。相对的，它提供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防晒。那对我个人来讲呢，我自己可能觉得防晒我比较不担心。但是我戴袖套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，我很希望它的排汗效果好一点。我不喜欢，尤其是现在是夏天闷热的一个天气，我不喜欢这个手上都是汗啊，我很湿，造成皮肤感觉一个很闷热的感觉。那这个袖套，因为它有一个它的吸汗跟排汗效果非常好哦，你流汗它可以马上吸汗，然后它可以马上的排干，所以我的袖套到现在没有湿湿的哦，它的吸排汗效果是非常的好，不然脱掉拿来擦汗，也没问题啊，它的吸汗排汗效果是非常的好，那透气效果也不错，不会说因为你戴了觉得闷热，并不会，我反而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干爽的感觉。它的吸汗跟排汗效果非常好，那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一个防晒，那延展性很好。做掉一天，它并没有造成我的不舒适感，包含的袖口哦，手腕这边的袖口跟里面哦后背的这个袖口的部分呢，它都没有造成一个不舒适的感觉，没有造成所谓紧绷啊或者是怎么样哦，并没有哦，它的延展性非常够的，那服帖服帖。那小弟自己呢是使用 L 号啊，然后那尺寸的话呢，我觉得见仁见智，最好是可以的话呢，去高雄，他们总部在高雄，店在高雄的话呢，如果可以有一个对照，如果可以老板愿意让你试的话，应该会愿意让你有试戴品哦，你去试的话呢会对你比较好。那这个呢，他们的做的这个全彩的这个颜色呢，听说是蛮耐洗的，那我相信是蛮耐洗的，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戴嘛，还没有长期戴，也没有很多次洗过。那我相信他们的商品是蛮耐心，既然他有办法去做这样子全彩色的一个样子，他不是只有做线条，或者是做黑白，或者是做黑白 mark， 他办法去做一个不同颜色上的一个配色的话呢，相信一定是在颜色上面的这个颜色上面呢，就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把关哦。OK， 那这就是今天我要介绍，我跟各位钓友介绍的一个蛮好的一个夏日蛮好的一个配件啊哦，人生不品那个配件就是袖套，酷良金公司所生产的一个袖套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搜寻他们粉丝专页，在脸书上搜寻他们粉丝专页。价格的话呢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接受，那价格我觉得不要讲出来做比较，那我只能说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接受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今天呢我跟各位介绍的这个酷良金的袖套，喜欢的快去关注他的粉丝专页吧，就这样。